嘿，我是银雪，欢迎收看我的实况。那今天呢，就是8月9号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七夕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在 Steam 上就找一款恋爱游戏来玩了。这款游戏叫做 Carpe Diem 还是 Diem，不会读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这是一款恋爱游戏，好像是。为什么音乐这么感伤啊？这怎么玩呀？七夕这么感伤，你要干什么啊？说我们先开始吧，音乐太悲伤了吧？你看，这就我用，我来用带有感情的声音来讲，还没到啊。还没到啊。最近我遇到了点麻烦，有一段时间没和他一起出来了。你这个混蛋，我终于弄完了，赶紧约他来一发。什么？什么？来一发？来一发？但是这只是暂时哦，并不确定我能坚持，自己能坚持多久？什么鬼？哦，AI 出现了，她是个外国妹子吗？为什么说嘿嘿中？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妹子，但是我现在一直想说她是蓝色头发还是白色头发？没关系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抱歉让你久等了，不久才半个小时，这真的不是讽刺吗，男主？你就不能说没有吗？看到没，果然是讽刺。然后呢，然后就说不行，你打我口牙。What？你打我口牙？那你什么鬼？我才不管社会上别人是怎么做的。男主怎么回事？AI 说他们也懒得管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并不会遵守规则。什么鬼？如你所说，你们真的是情侣吗？奇怪的气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想去哪里玩呢？荡漾的波浪线，我鼠标怎么变大了哟？去哪里玩啊？啊，我当然是要去电玩城了。我听说有个电玩城不错，去试试呗。好啊，以前也没有去过，想想还有一点小激动呢，好可爱。口牙到底是什么鬼呀？假的，真的。不是真的假的吗？我不习惯。你喜欢打游戏口吗？口牙？哦，是鸭吗？它原来是鸭吗？口牙是什么鬼？它原来是鸭吗？就像月半一样吗？好吧，那我觉得把它读成鸭好了。再来一次。假的，真的？你喜欢打游戏呀？喜欢呀？为什么这也鸭是正常的？这作者这有问题啊！不过平常都一个人在家玩就是了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试试呗，你应该会有兴趣的，大概。走着瞧，到时候妹子打败你。在电玩城，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惊奇与兴奋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喂，Junk，快看！他指着一个抓娃娃机，刷几只哆啦 A 梦回去呗。AI 一直喜欢可爱的东西，当然了，我要那只大蜘蛛。我要那个大蜘蛛，男主你被打脸了。他一直喜欢可爱的东西，然后他就说蜘蛛。由于迷的原因，迷之原因还是迷的原因，还管他呢。迷之原因，他觉得蜘蛛特别可爱，好强啊！我准备拿点钢蹦出来。我的，等会儿让我自己动。这是什么台词啊？他拿出了几枚硬币，玩了起来。这原本是英文的，翻译的人是怎样了？点点点，他完全被吸引了。里面有哆啦 A 梦吗？第一次尝试，勉强碰到了。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啊，男主讲话有毛病，他偏偏不说呀，一定要说口牙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口牙？什么鬼啊？让我集中点，霸气。他抓到了，然而运气不到家，掉下来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掉了，我就知道。他用投了币继续着，点点点，然后又一次，然后男主这次要像个男人一样帮忙拿起来吗？拿起来是什么鬼？抓起来，这破机器坏，怎么可能让我来？我其实不太擅长这种游戏，如果你失败就丢脸了，但是我就要装个逼。好吧，翻译没有问题，他非常屌，这个翻译非常屌。点点点，抓到了，我操！感谢上帝，是运气啊，原来。
Oops. 口山，山口山是什么鬼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简单的很，哼，其实只是我祈祷了所有我知道的神。男主装逼过度，当然不能说出来，佛爷不可说。凑巧嘛，对吧？当然不。看着他拿着一枚硬币，我闭上了嘴。他再次拜托我之前，我最好还是老实待着。妹子干得好，我把那只大蜘蛛递了给他，他紧紧抱着。那里有些竞速游戏，要不要去试试看？不太喜欢那种，我就静静的看你吧，就静静的看你装逼。妹子其实这么想的吧？好吧，那我就玩几轮。我其实也不会算太喜欢，对不对？我其实也不算很喜欢。我嘴巴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喜欢在玩这个的体位。我要说，我该对此要说什么吗？我该说什么吗？算了，继续读。我才不管。座位几乎是封闭的，而且会随着游戏而倾斜。对，感觉像真的一样。AI 站在后面看我玩，不是封闭的吗？他怎么看？意料之中，我第一局就惨败了，太衰了。俊，你真的在玩吗？观其不语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他玩起了大蜘蛛，我继续着游戏。跟大蜘蛛玩吗 ？What？ 他又一次跪了。妈，意料之中不是很适合我吗？如果这套装置用在完全不同的游戏就好了。什么抓娃娃吗 ？AI 笑出了声。我感觉你什么游戏都不行啊。佛爷不可说。这就是你赢不了我的理由。哎，真的吗？要不要靠这个来定胜负？我感觉我在看动漫。他指着一个格斗游戏。我从小喜欢这种等着被打出翔吗？够直爽，我喜欢。接受挑战。终于有个能一起玩的游戏。如果只有我玩的，算不上一场约会就不是吗？你也知道。练一局我都不知道按哪些键。你不说你从小玩的现在吗？还是我的眼睛不好？我坐一下，接下来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。不要两个人约会就把旁边的人单身狗们都忘光啊，这里是游戏厅啊喂。第一回合找到每一个按键的作用，试了一些连招，我的角色不小心打到他的，不小心打到他，这不公平，先别打我，快点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等会儿我要怎么样才能？别在意哈。好了，我懂了，来吧，大兄弟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在七夕来这里虐我自己呢？哎，虐狗啊，这是在。算了，战斗开始，我们是如此投入，以至于忘了究竟打了多少回合。但是我们两心兄弟怎么看？这是什么鬼？我一半他一半，这怎么投币？我记得怎么投币？为什么要看他地方扫描的一面？光的一面，脸，那个狗为什么要被吐出来？非常奇怪，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面。问题，别忘记了，这些按键不就是吗？就在家里看到就能见到这一面。注意哦，这不是我在说脏话，这可是这个妹子在说，不是我的错。不过这也不是，我这之前也只有踢两次，哈，停了。老娘最强，这妹子太帅，我在听她说话时努力死憋着笑，我们一轮一轮的继续。为不公平，还为什么？我们这个笑了多久？他妈的越来越熟练，可是没我吃，看我已经连胜三次，骗人！哇塞，好男友真是，这笑起来竟然竟敢伤身体。我说，就找点吃的吧。是的，卖萌字幕不要卖萌，我也觉得。我们走到了边上的餐饮区，今天要来点兔子吗？他们今天要来点兔子，怎么乱入了？看太阳公公当空照。是呀，的确是个好，确实是个好天气。我有一种会把明明写的是一句话偏偏读成另外一句话的能力。明明在外面这么好，你还是喜欢整天待在家里。待在家里是我的命啊。外面确定不错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家里显然更好，对吧对吧。他咯咯的笑起来。鸽子嘛，咯咯咯咯。在这过得怎么样？还是老一套，
我赌你只吃素食食品，对吧？差不多，这男主跟我好像。别这样嘛，就加点热水，能要你营养。还好了，反正你不是在学做菜吗？必须得我给你提供食品。好，他现在除了女朋友以外，还兼了另外一个职，快递小哥，哎，不是外卖小哥，快递小哥。手交了饭团吗？对，每天都有。男主，我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。你一定是在逗我。我看到这台词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的表情包向我袭来。这么久不见了，我有好多好多事想跟你说，好多好多问题想问。感觉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就好了。你没话说，你就直说吧。你还住在那间公寓里面吗？嗯，但是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东西都翻新了。哦，我感觉我最担心的是那里的人，好多住在那里的人都是老人，他们应该住在更安全的地方，尤其是那些医生的人。嗯 ，AI 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很健谈，这让我不用担心如何把话题继续下去。这个主角绝对是个宅男。我只要随便说点什么，就能源源不绝的讲上好几个小时啊！不错，你的工作听起来怎么样了？一团糟，或许是现在是这样，也可能是听起来非常糟了。老板总是布置一些不可能的任务，全部都说过了。比如说爬墙、飞天，对吗？好多人都因此辞职，而且剩下的人都很泄气啊！必须，比如说我的同事 Trey， 那管他呢，整天睡觉直到下班。为什么你们都要那么未来化？就是英文，或者是游戏原版也行。这家伙反正我们也很难做。有时候他还让其他跟我同事帮他做他的工作，一个讨厌的人。我注意到弹窗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完全变了，他的表情变开心了，对吗？就这次我们的工作因为他全烂了，老板就是跟打鸡血一样，而且 Trey。就说了一半停住盯着我看，叫我干啥？叫你咋地？啥玩意儿？我就一直粗残啊！原来郭德纲那妹子的表情是对的，还以为他是没有画出嫉妒、生气、讨厌的表情，而是真的弹起来很开心。你都把酸写到脸上，大写的酸。好，你说啥？后来那创意做了什么？他老板的语气完全表达出来了。吃醋的语气怎么样？我要模仿他。我想进去，忍不住，你就乖乖承认吧。我看着他坐等下文，另外公司给你邀请了，那个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做那个的话，我就要搬家了。为了男主不能离开。我不太想为了那点收入而改变自己的住所和生活方式。那么，好吧，我觉得你马上又会有机会。也许离这里更近的，谁知道呢？老公，你这么想我吗？他特别喜欢让我承认这种尴尬的事情，才尴尬的是为你们。是要求我每天都吃人参果、满江饭团。我们这群天南地北的聊着笑着，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万年。非常好的用词。他突然不说话，俺老孙去气球了，他去厕所了。哎，不行。他站得起来，走上一个发传单的少妇，再走回来时，他不停地向我挥舞着。为什么这音乐这么感伤啊？感觉。马上就有烟花晚会了，去看看吧。好，我知道的，每年都有。那就走吧，趁现在人少。所以你们在公园里面虐了不少狗。不行，我现在得喝几口水。啊，水，补充水。别担心，我知道有个地方看得倍儿爽，也不那么挤。这口音不适合我。走在那就花了好久，更何况还要爬上山。等我们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渐渐的黑了下来。怎么还没结束？七夕节被虐了好久哦，得。不错，只有咱在这。山口山，这里的确不错。妹子你在发光，对吧？我们坐在长凳下等着演出开始，不久，许多闪光直冲云霄，渐渐隐去然后如七花般绽放。山脚下人群的欢呼声清晰可闻。仅仅是看着烟花 ，AI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为什么叫 AI？ 愿此刻永恒。但是时间竟然不够了，他悲伤地看着我。什么鬼？时间到了，对吗？什么？是什么什么节奏？快了，别担心，不会很久的。你们要干嘛？干嘛？男主，你要干掉这妹子吗？那最好了。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出来陪我的。What？ 别这么说，毕竟我只是。What？ 点，你听说过图灵实验吗 ？What the？ 这是对一个机器的能力和智能的评估。它不能不能像人一样说活动说话，但是无论一个机器有多好，有多么和人类相似，也永远成女主是机器人，也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人类。就像 AI， 无论它程序多好，也无论我多少次否定自己，它永远也不会是真的啊！我在七夕玩什么？
我还以为我要被虐，没想到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虐。操蛋！我们生活在不同次元、不同的现实，他会继续居住在我创造的虚拟世界中。啊，程序又崩了，果然还是没有更进一步了吗？你想更进到什么步了？然后赶紧让一个稳定性补丁了。所以女主是一个电脑里的人物吗 ？What？ 点点点，我在对自己生活做些什么？结束了吗 ？Thanks for reading.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s supported this first visual novel project of mine.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on my next projects. 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去公园看，在这里停着走。不会吧，我就没有很好，那似乎看来这三个选项都没有选，这个结局永远都是只有一个。好吧，我们在七夕玩了一个特别好的游戏，就是一个原本以为要虐我自己单身狗，然后没想到虐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虐的一个游戏，它就叫做 Carpe Diem 管它的啊。如果喜欢影片可以点下喜欢，然后呢如果有想让我玩的游戏可以在下面评论告诉我，我现在喉咙快要烂掉了，我感觉我的口水快干了。好，那大家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